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刘卫视和顶尖的时尚杂志时尚芭莎共同主办的把字儿绝对时尚。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呢，还可以登录我们搜狐网的官方博客和新浪网的官方播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跟随我们的奥迪品牌开始我们的绿色驾驶环保之旅了。在珠海站的时候呢，郭涛和赵子琪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心得，而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西湖，也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华贵的天城杭州啊。在这儿我们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赶快一起去看一下吧。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隔日更有杭州这个人间天堂，令古代很多文人寄情其中，泼墨挥毫。白居易就是其中一位。品着香艳的西湖龙井，伴着淡淡的桂花香气，看着满眼的如画美景，在这样一个惬意美妙的环境里，聊聊和绿色环保有关的话题是再合适不过了。奥迪绿色驾驶精英训练营的第二站来到了杭州西子湖畔。自2008年首次开展奥迪绿色驾驶精英训练营以来，通过实地培训和奥迪绿色驾驶公益网站，已经向超过百万的公众传播奥迪绿色驾驶理念。这次奥迪绿色驾驶精英训练营杭州站活动，通过体验奥迪最新投入市场的高效车型 A4L2.0 TFSI A6L2.7 TDI， 将奥迪绿色驾驶理念持续深入地推广到江浙区域。奥迪绿色驾驶精英训练营也将成为一汽大众奥迪品牌一项长期推广环保理念的公益平台，将奥的环保决心与众公众加环境保护责任感紧密结合，携手共同营造和谐的绿色生活。喜欢开车，最主要是开车时候的一种自由。一般的那种自由的，就穿梭于各种真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喜欢的那种感觉。我车里面啊。会有手速，没有像小女孩那种乱七八糟的。